就跟着你，因为我们俩这水平实在是有问题啊，所以请了一位老先生来啊，德高望重，来来来，我们请进来，快吧，请老先生吧，认识他啊，这个我得跟郭麒麟说一声啊，因为在这些位老师里边呢，胡老师是最严的一位，你要是学的话，你可做好心理准备啊，这是严师。既然这么信任我，我就得一视同仁。夏秀，这火起小枪不忍看。你看你浑身是松的，你怎么肉啊？精神头子午相，你看子午相，提气。我觉得都是为了我好，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结果。哎，对，是麒麟，万万没想到，我很难想到，没想到是他。必须得给弟弟来个舞蹈课。1、2、3、4，对，换边，慢点，麒麟加到 MIC 里面，我觉得有一种如虎添翼的感觉。咱来个出奇制胜，出奇制胜。他们都以为你们不会说教。哦，哎，我现在我不敢说教啊，咱一块儿探讨，咱弄一个相声。行了，最终决赛即将来临，我们众志成城，狭路相逢，勇者胜。MIC do it。大家好，我们是 MIC。 我隆重地向大家介绍我左边的这一位，他就是 MIC 今天表演的重量级的嘉宾成员，就是我们郭德纲老师的爱子郭麒麟。那今天我们六位为大家带来京剧版的无字碑，希望你们喜欢，谢谢。看之沉璧思纷纷，憔悴之理问上漂泊百度，离岸却孤独，问天地向谁倾诉。千载你是我回顾，恩怨情仇怎敢诛，帝王家终归是不归路。山水
心比来长下来，开向阴居时